我感觉小炮都尽兴，比较正常。这把来尽兴一点，感觉可以。剩10秒了，我觉得可以，你选吧。主要我们现在比较可惜，线上赛没有看到那些选手画面，对吧？是的，看他在笑是吧？卢仙，卢仙，对啊，可以尽兴。我觉得正常度上面来说是卢仙大于小炮大于维恩，对吧？维恩真的是，哎，又吃一个 Q。但其实对 A 是 A 得过的，但是要扭 Q， 没有扭 Q 的平 A 两下，带上强攻的这个一损效果，来下路卡两级，但没有顶到，这里要被 Jake Love 反手消耗。哎呀，这波被打得有点惨啊！碰壁650码还在点，是想要学小天，是不是想进野区？但画面来到了下路。这里老干爹的双人组状态明显是不好的 ，JK Love 脚治疗继续点，应该是想把 Eric 的闪现给点出来。而且其实12.5的话，12.5 B 是又加强了一下路线哦。小子，这边看到像是有狼头，但是应该是有 E 加闪，想逼一个技能，先 E 技能距离。哦，吃到这个草猛被 Q 到，感觉闪现交的有点拖沓了。这波应该一开始没有考虑到盲僧接 Q， 上一波真的不关我的事。你看我的 KDA， 我没助攻，而且这波都带大招，哇，大招就直接要洗死了，洗死了。那就拿下这个人头，下路这里加里奥在靠，超低中路会出来接踢，好的一个配合，超捧到伤害够不够？但已经能被闪现躲了。那在这个位置开了一个曲靖哲月，最终曲靖哲月成功发车，想震飞，但如果第一时间能有这操作，应该是。想法再快一点，应该有。但下路这里怎么办呢？打野抓都没抓到，但是对方小天这里呀，配合 Mark， 现在帮下是帮不了的，没有线权，是还是两条边线的问题比较大。上路威沃的又是越被直接滑脸，有一躲掉，有意，但是躲掉小天来了。小天这边过来想越吗？但威沃是先扛到塔，小天过去踹了加维一脚，加维的怒气现在是90%左右。夏豆过来想保，一面看到小天 Q2 过去，跟到逼出大招，这波。下路还是难受，铁腕金额拉过来，大招，哎，在两个人中间空了，反手要顶，这边顶到，但是治疗给到 Jackie 的不得过，你位置有点危险，交闪被吞回去了 ，Jackie 啊，闪现其实有点撞墙了，他应该是想直接闪过那个墙的，这里还想来留 Mark 是交了一个闪现大招来保住自己，我这个 Q 没有 Q 到，可以反操作你的。哎，我们看这波，其实这波 Mark 一开始拉的还是挺好的，大刀空了，守护者这时候也触发过了，这时候一层被顶，然后 A 再 A 冲回来，离墙还是有点距离的，是的，有点慌了，因为身上有层数了。的话，其实这个阵容老干爹必须说，这把滔搏的对线期前40分钟打的没有上一把好，对吧？失误是明显的比上一把多了，想走应该有点来不及了。闪现潮潮断，再一个一技能，卢仙出事了，维沃这波要是有先锋就不一样了。哎，怎么是骗了一下？骗了一下，骗了一下。哦呦，闪现被小天的大招给躲过了。小天一个大直接骗出了纳尔的闪现。啊、这个视野是被耐住了。过去挤吗？人往到右边，但先锋这里应该是会先被打掉。要给了，要给了。这边是想开的，但是反手借这里是被控住了，吃到了 Mark 大招，但是金角有一个大招把他回收。贴在后面，但因为没有大招，不敢拖延太久。感觉这波老干爹后续想追，看一下这个顶，但是杰克勒没有闪现。但反手的伤害也不至于可以击杀正常的一个金角，但是剑的血量，英雄登场下来的时候非常的危机，两边再度的拉开，有没有下一波？加维马上要变大，但是大招还没好，包含加里奥，包含塔姆这样的一个前排，哎、这边乌哟提到威沃，威沃一个反手狂风拉，但是身上没有闪现，漂亮，夏豆这里配合金角杀掉了上路以后，看一下右边打起来。我但是这个位置被击飞的 JK Love， W 能救出来吗？救出来了，及时救掉。我们刚聊过这个技能，而且奈特还有一个曲靖哲月要追一个准备变大的一个加维，但加维这个位置感觉没有办法变大了，一直跑，吃到了一个暴击变大，回头拍了一个 W， 但小天过去一绝，接一个毁灭冲刺拿下了这个人头。奈波，卢仙想上脸小装一下，对，一过去滑脸，直接一个，直接哇，好快的手，闪摸眼，是，我感觉那是瞬间的闪摸眼。瞬间的就好像一个超长的闪现，超长，然后这个大是大了5个，飞轮是叠满了，起来，黄蜂往后拉，你看这个飞轮数量，但确实血量也危机了，不敢 A 了，去 A 楼了，去 A 楼了，最后龙受伤了，但他伤害是打满了，就没有掌握那个技能，龙现在血掉得很快，我三件装备，就是泳装、金身加一个掠食者，就神装了，就灵性猎手可以减免的，这个直接都倒了。经济太差了，那塔的血量也不是很够，小天从后面绕过来，没有选择去这边再开，稳一手，大刀往后拉开，但盲僧绕过来了，但有曲靖哲月啊，4个人直接开车走了，直接上车，
长修吉瑞兹，但是 Shadow 找到一个机会，想单杀 Mark 应该是可以成功的。 Mark 给自己一个盾交闪现，下一套技能有没有？啊，技能带一个火箭过来，没有打到 Mark。 Knight 这边反手一 W， 他并没有成功，反而被 Mark 给秒了。 Shadow 还在绕，而且有个爆裂球过，能不能他的目标应该是 Knight 或者是 JK Love。 这边大辽先过去吵吵到两个人，但是风龙纹饰已经掉了， Shadow 还没有动。小天的这个位置选择往右边啊， Shadow 打爆裂球过下来，再找要踢谁，犹豫了一下是踢右边还踢左边， Q 技能挂到踢 JK Love 被踢过去。 W 这边他能先秒掉一个吗？没有，就差不多一个大招救起来，秒掉了 JK Love。 在后续的一个团战看一下， Bug 这边显然很危机，但顶到了一个 Knight， Knight 反手输出，但是后排呢，后排 Eric 跟 Shadow 都是一丝血，金角在前面也肉不住了。 Knight 一个人想要收这个残局，过去一个一技能先收一个 Q 技能，金角开了一个小白盾，徐腾又往上方追，追的还要再追 Shadow， Shadow 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又是一个一技能残局。虽然 JK Love 倒下，但是随手组合 Knight 是接下了这波团战，拿下一个三杀。主要是他这一脚来的有点慢，我刚刚没有看错的话，伤害面板这波 JK 虽然死了，但他已经贡献了3000多的输出。因为一开始打这个加里奥就直接秒掉了。我看 Shadow 这波在藏，其实目标找得很对，就是一个 JK Love 半血的，这时候差一点点狂风，还是差点差点被他们吞进去了。 他感觉差一点要把 Eric Ace 了，如果没有大怪，没有他们肯定死了。对， Eric 应该是死了，主要还是对线期的时候经济已经有拉开。是，然后小编刚刚是过去踩了 Eric 一脚， Eric 这个血量就是 Knight 一个一收一个，一个一收一个，对，这个 EQ 很精准。383暴击，法术暴击，镜头回来，滔博已经是在 Rua 大龙了，是绿白刀 Rua 到了一半，但是远方的超级死人飞弹看到了对面大龙的一个血量，滔博第一时间就拉开。五个人齐心打，有卢锡安的一个助力，所以这个大龙的血量已经是被 Rua 掉了。这边永霜定住，但是恶意收购扑出去，恶意收购的效果一般，人马选择一个进场，沙头过来右脚又是 TJK Love， 这个有闪现，没有被英雄登场给击飞。去这个位置下来的时候，盲僧已经是倒下了，嘉维身边又是被永霜给留住，感觉这个位置打不了了，赶紧回收。但是小天从背后又绕过来， Eric 直接被踢到了威外的脸上，双枪直接给带走，两个人感觉都躲不掉了。最后双膝在各中上再各添一颗人头，击杀掉了塔木以及纳尔以后，打出了团灭。没有，他是三件套打两件套，他是鞋子算一件。一件哎，一开始确实给了老赖兵一个能进场的想法吧。对，因为那个恶意收购是被躲过了嘛。哎，一进场这加料直接就失血了。然后盲僧进来也是融化的，那一脚踢完以后就融化了。经济的差距已经太大了，就已经过万了，伤害真的不是一个量级。这边隔着高地的墙，威望就直接给大招，小天冲进去想直接秒对面那个塔姆吗？塔姆被秒掉了。另外一边奈特在右侧直接偷掉了嘉维，也倒下以后，加罗这边进去硬踢，但是 Eric 根本没有打输出的一个空间。最后是被天影的 JK Love 拿下一个 Triple Kill。然后另外一边的 Knight 也是带走了一个 Double， 双星各拿了3-2人头以后，游戏结束。让我们恭喜滔博以2-0击败老干爹，同时他们的春季赛的常规赛最终也以11-5小分胜7分的一个成绩，然后小小的一个2连胜来结束自己的一个春季赛的一个常规赛。然后我们也期待 TES 这支队在于季后赛的一个表现，那把比赛一定也是很多人会看的，是的，对吧？所以还是要好好的去发挥。来看一下我们最后的一个结算，这把的场均时长比上一把稍微长了一些，但也是30分钟前，低于我们 LPL 春季赛的平均时长的一场比赛。就是我们要比较安全的告诉大家，这个东西其实它的风险也有风险，因为你很脆，属于那种你的操作很好的选手可以拿来做使用。这把这个对位经济差是高达8186，太夸张了，兄弟领先8000多，辅助一把都不一定打完有8000，真不一定，要打得很后期才有8000。只能说奈特这把也算杀疯了，杀顺利超神，抓了11-6，完美 KD。 是滔博中单，大家好，是滔博中单奈特。Hello Net， 首先还是恭喜你们今天是以2-0，而且场均时长非常短的拿下了这场比赛。那我们紧接着来讨论一下比赛的一个内容。首先呢，第一局你选出了狐狸，那赛季初就是我们狐狸12.4版本，就是 LPL 进到12.4版本，大家都在用，效果不是那么的好。但这段时间感觉狐狸胜率开始拉抬了。那你作为一名顶尖的中单选手，可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吗？我感觉狐狸进行就比较吃熟练度吧，就可能刚出的时候就大家都玩得没那么好，就后面可能都玩得更好了，就胜率更高。那你今天对于自己第一局的这个狐狸的表现，你觉得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会给自己打几分？感觉不太好评分，主要是被队友拉扯了，第一盘我都没干什么事，就队友让我去上个单线，让他们去四打五打团，所以就是自己感觉第一局确实优势比较大，还不用你发挥就能拿下了这样的一个感觉吗？是的。那你那也问一下，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目前 LPL 因为其实很多的中单都在玩狐狸，你刚刚也说到狐狸的熟练度，你觉得有没有谁是你觉得狐狸玩的比较好的选手呢？这还用说吗？肯定 Rookie 啊，就只有 Rookie 狐狸玩的最好。哦，就是你觉得就如果要选第一，目前你个人也是给到 Rookie。是的。好，那也季后赛可能大家中单又会再继续的拿狐狸这个英雄来对战。是。那也想问一下，就是在第一局的比赛中，你们拿到大龙 buff 以后进行三路的一个分推，那你利用这个睿智的开车，对面利用了睿智的开车去下路抓了一波嘛，就是最后一波去抓 Wayward。那一波的团战里面是怎么沟通的呢？因为你们后面打的是非常的漂亮，直接把对面团灭，一波拿下比赛。那不就说好了让我去带线，然后他们可能会开团，然后队友四打五就说可以打可以打，然后他们就打赢了。所以那你那波是不是有点难过，就是自己没有参加到？有点只能说有点无聊第一把。有点无聊啊，第一把确实自己没有玩到吧。好，那聊完第一局我们来聊第二局。第二局的 BP 因为对面今天上场的嘉伟依旧是选择纳尔，那最后一手的康特位给威沃选择了一个卢锡安，但当时我记得 Mark 是亮了一手维恩。那么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现场的比赛的你们的这个训练室的一个画面，当时是有考虑真的要拿这个维恩吗？当时说实话我想玩，就瑞兹给上路直接中单维恩，但被队友制止了。哦，那个维恩是用来打加里奥，打加里奥，然后瑞兹确实打纳尔上路是能玩的，能玩的。所以当时是你在跟教练组这样提议吗？我说什么维恩卡扎都可以玩，但好像被队友拦住了。是队友拦的还是这个我们的 BSYY？ 队友拦的，教练说都行，都行，就是但是不让你玩刚刚那两个就对了。那也想问一下，那卢锡安选到了以后，就是因为威瓦这一把是今年他第一次这个赛季里面拿了一个卢锡安，那卢锡安这个英雄他自己因为这场阵亡的被针对的比较多，他在游戏的过程中有没有给你们什么反馈？他就说他是核心要保着他打，他一直在说要保着他打。可以。那你评价一下他的这个卢锡安呢？他卢锡安吗？这把有点绿色，感觉不如我的卢锡安。可以，确实我们这也看过非常多卢锡安的这个 Knight 的一个表现。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因为之前就是整个赛季里面滔博士经历了一定一个起伏，人员的这个阵容上面也是有一定的一个更换，但是现在算是稳定下来要进入到季后赛了，季后赛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肯定冠军吧。肯定冠军，很有信心，很有信心。好的，那我们也再次的感谢 Knight 选手接受我们的一个采访，也预祝滔博在我们春季的季后赛有亮眼的一个表现。谢谢 Knight。谢谢，拜拜。